下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工具的一些情况。刚才就像李振说的，我们这个工具是参与了这次测试，然后所有的工作呢都是由这款工具来执行的。它呢可以完成的就是OFsuite 我在我会在下面的这个大概十到十五分钟里面吧，向大家就是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当然也正如李振所说，我们这套工具并不是说做成一个商业的产品，而是说给我们的会员单位或者说给我们的那个客户来提供的一项服务。好，那么在那个正式开始之前呢，还有大概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序言吧，就是说现在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就是规范和 开源软件之间的一种平衡或者说之间的一种博弈的一个状态。我们在做这个工具的过程里面呢，对这个体会就是比较深，因为我一直在那个 OFF 语言做那个测试标准，然后这个标准的过程呢，应该说是在没有工具支持的情况下呢，应该说是比较坎坷，因为是第一，你拿不到那个实际的测试设备的实际的第一手资料，所以你没有信息可以反馈给你做标准。 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即便是说你把标准写出来之后，你没有设备能够真正的去运行你在执行你这套标准的东西，所以你这套标准到底是真的是在自己闭门造车，还是说真的是贴合产业链的发展，应该说还没有一个定论。所以在我们做这个性能测试工具之前呢，我们之前先做了一个一致性的工具，在这方面呢，就是说这套工具和整个标准之间应该说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 互相促进的过程，就是说，它把基于理论的吧，基于理论的测试标准，变成了一个真正转换成一个基于实际的一个一套工具。那么这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应该说是通过这个 code， 就是开源的这些软件，真正就是体会到了这个标准和软件博弈的之间的一些比较微妙的一个点。所以这也是我们开发这个性能测试工具的一个初衷或者说一个起因。 好，那么下面的话呢，我就着重介绍一下这个我们新推出的这个性能的测试工具，当然也是分为三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是关于它的一个 overview 吧，就是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整体性的一个介绍。第二个是关于它的一些能力，当然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些重点。第三个是这套工具做出来之后，它现在符合OFF所有的规范，但是我们并不打算就此止步。 我们还希望能够继续完善，继续让它做成一个一整套的一个工具，就像我们这个名字叫 OFsuite，Suite 就是一个工具集的意思，就是说它并不只是说单纯的一个或者某几个工具，而是说一整套的工具。好，那我们就简单的看一下那个。 第一个关于它的一些整体的介绍，这个提到那个控制器性能测试，可能大家第一反应是 C bench， 那个我们也确实想最开始也是想基于那套工具看看能不能有没有什么能够做二次开发的来简化我们开发的工作，但是我们在分析了那个代码之后呢，觉得那个工具实在写的太随便了，所以我们打算完全自己开发。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因为是一套性能的，所以你需要你本身的性能需要的，所以我们是采用比较底层的 C 语言。 然后它一些一个特点呢，就是说可以运行在所有的通用的 Linux 的服务器上面。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性能的一个测试规范，就是说你所有的这些工具啊，你的测试力、你执行过程都需要有一定的规矩。所以那个我们就是采用了 ONF 的那个测试规范，当然这个规范可能大家还没有看到，因为它没有正式发布。但是因为我是一直在这个里面来做，所以它的每一个草案啊，它的每一次更改啊，都我都有参与，所以 我们现在是就所有都按那个这个规范来做，然后这个规范也是经过一个整体的 ONF 的一个评审过程，应该会在近期会发布。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为纯粹为了我们的用户考虑的一些东西，就是我们在这个软件的架构设计上呢，现在把它设计的灵活，现在给用户提供一些比较 方便易用的接口，然后这样的话呢，在这套架构之上呢，不但你可以执行我们开发有的这十一个测试例，你也可以在这些接口和架构之上设计自己独特或者说自己定制的一些测试例。那么这三点，刚才说那三点呢，就是这套工具的一个比较高度的一些总结吧。下面那个大概简要的分别的概述一下这个工具的一些能力。 啊，我们看到的，现在看到的一些呢，是我们实际运行的一些截图。当然，接下来会有我的同事来对这个做一些实际的演示。
现在的话呢，我就先简单的用这些截图来向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个是，当然你作为一个性能测试工具，你首先必须要模拟 OpenFlow 一点三交换机。但是我们现在比较了解的一些工具啊，包括 MiniNet， 它真正能模拟的数量是十分有限。但是对我们这个工具来说呢，它基本上限制只是你自己的 Linux 那套操作系统的限制。就是说，比如说每个交换机当然要开一个 socket， 所有的 socket 都是一个文件描述符，你的 Linux 允许你开多少个，你这儿就可以开多少个。所以啊，这个工具应该说是我们的，因为我们采用的是一种比较高效率或者说比较低资源消耗的开发方法，所以我们就是可以做到这些。那么现在这个截图呢，就是我们用 OneNote 这个控制器简单的做了一个介绍。现在是最开始它有一个500个交换机可以连上去，然后后边的话呢，我们会有一些比较简单的接口，就是你会再增加一些交换机，比如下面就是添加 add switch 又加了300个，然后现在是有最开始是有100个交换机，然后现在是大概有400个交换机，当然这个数量可以一直在上升，那个既受限于自己系统的就是操作系统本身，也受限于对方背侧控制器可以接收的最大数量，但是我们自己来做的一些那个实际演示呢，大概上升到 10K 左右这个级别是没有问题，再往上走的话就没有找到可以支持的控制器了，所以我们现在暂时交车的就是这个数据。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关于那个你可以模拟交换机之后，还要模拟交换机之间的一个拓扑，因为这个是你真正就是实际组网中必须要用到。我们知道那个 C-Bench 啊，它可以，当然它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缺点了，但是它比较主要的一个缺点就是说你可以模拟大量的交换机，但是交换机之间是它的拓扑连接是没有。但是在我们这个工具里边呢，我们就为了克服这一点，所以就是加上了这些内容。下面是我们就是你可以方便的定制自己的拓扑，但是我们也就是预制了一些就是比较常用的比较常见的一些拓扑形式，那包括这个线性的，包括环形的，包括 leafspan， 当然很多那种其他的东西你可以通过 API 可以很简单的定制所有的这些截图呢都是用 OneNote 那个控制器来做，因为它对多少个交换机这种支持并不是特别好，所以我们在这里交换机的数量采用的比较少一点，但是完全大概用我刚才说那个数量完全可以完全支持这些拓扑的实现。那么第三点呢，就是除了刚才介绍这两点内容之外呢，就是说你的交换机建好，然后他们之间拓扑打好之后，你必须要和背侧的控制器做一些交互。那么这些交互呢，就是所谓的 OpenFlow 协议里边的 asynchronous 的这些消息，就是 packet in 等等这方面的东西。那么我们这个呢也是就是在那个吸收了之前已有的一些性能测试工具的基础之上呢做出了一些改进。我们知道的 C-Bench 发的那些 packet in 的包，它是没有那个流量控制的，就是说它会采用一个 bus 的一个模式，把所有的数据先都打到控制器上，然后再看控制器的反应。但是我们觉得这种方式呢在实际的应用中并不是特别的实用，所以我们这边定的一些东西呢，就是说你发 packet in 数据上去之后，这些数据本身是有一个流量的一个控制的，就是说它的速率，它每个包之间的间隔是不是可以来设置的。你比如说一秒你要发1000个，或者说你一秒要发10000个，这些东西都是可以自己来调的。这个和一些传统的一些性能测试工具都是完全有区别的。简单来说吧，因为也是采用一种比较高效的一种并发的一种那个开发模式，我们在这方面就是在一个比较相对低端的一个通用的服务器上也都可以达到大概300K每秒的一个发挥量。当然如果就是控制器包括 CPU 本身性能更高的话，还有就是 TCP 的那个做了一些调优，包括那个 Window Size 扩大一点等等这方面的话，这个数据是很容易再往上再进一步。那么这个就是一些实际的截图了，这个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左边是一个Wireshark 的一个抓包，然后所有的 packet in 的消息都在这个里边，然后这个是这里面主要强调的就是说我们发的这些数据都是一个以一个恒定的速度往外发，而不是说就是说比如说我一秒要发10000个，但是你可能前面那5秒发了9000个，后面那5秒发了1000个，这种情况是不会出现的，它是一个恒定的速率大家可以就简要计算一下这个每个时间戳之间的间隔，它都是一个格的。当然下面那个
这个是因为 Wireshark 这边抓包它出现了很多包的一个取得，所以没法再展示，所以只能从我们自己的这个一些 logo 的文档里面来看，大概它是100K/秒一个恒定的一个速度，当然在也不是在一个性能非常高的一个服务器。在这方面的话呢，应该说这个也是这套工具的一个比较主要的一个特点。另外一点就是说，你发上去的包，你可以一定速率在发，你可以编译不同的设备往上发，但是这个包的内容，包括字节的长度等等，你也是想要自己去定义的。这方面的话，也是说我们会提供一些维护的接口，让你来就是比较简单的定义。每一个 packet 印包含的那些数据啊，包括它的一些字段等等这方面的信息，所有的东西都是开放的，所有的都是你自己来定义、自己来规划，然后为你自己的一些实际的，或者说你需要的测试目的来服务。那么这个的话，就是因为这个是一个早期版本的一个截图，就是说它可以测量你 packet out 的服务 mode 的一些那个下发的速率，当然不仅仅是速率，还包括一些延时，包括最小的平均跟最大的等等。这个现在是已经有了一个图形的一个表现的一个方式，未来的话呢，这方面的内容也会就是在继续的完善和增加。对，这个就是那个图形的那个图表，忘了最后一页做了一个这个，这个是我们那个一个测试报告里面截出来的内容，就是我们用这套工具已经发布了关于 RU 控制器、关于 OpenDLive 控制器的一个测试报告，所有的这些测试力啊、测试结果以及测试的执行过程都在那些测试报告里面。这个是我们当时的一个截图，这个截图我看它是那个托布发现那个测试力的截图，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那个测试类型，托布类型，然后下边横坐标的数量是交换机的数量。所以有100个交换机，有3个交换机，有5个交换机，然后它的类型都是包括 linear mean 和 leaf span， 然后它的发现时间就是那个纵坐标的值。后边没有这个黄格，是因为那个被测的控制器在300个或者500个这个模式之下就崩溃了，就不支持这个 leaf span 的这个模式，因为它链路比较多嘛。所有这些我看了，所有这个控制报告测试报告呢，大家可以扫这个二维码来下载。我记得是这个二维码是通向一个公众号的一个文章，然后你可以点那个阅读原文，然后就可以直接下载这个控制报告、测试报告。这个报告的话，它是应该是中文版，但是我没有英文版，可以去那个访问官网来拿到那个报告。当然，那所有的东西也不仅仅是这个11月测试例而已，而是说它还支持控制器集群的测试，或支持加密通道的测试。这些所有的能力呢，应该说对我们来说只是开始的第一步，未来的话所有符合实际需求的东西我们都会加到这个里面去。大家那个可以先扫一下这个二维码。不知道情况怎么样，反正如果有那个在座的同学扫出来之后，可以直接把那公众号的文章分享出去也可以。好，那我们进入那个下一个最后一个那个环节，这个环节就是关于这套工具的一个未来的发展方向吧。我们可以有很多的东西来做，比如说更多的测试力，比如说那个把它变成一个安全测试的工具，因为你有很多打流量，其实相当于是那个 DOS 的攻击，然后它可以很天然的转换成一种安全的测试工具。当然你也可以再做一个界面给它，你也可以做一个自动生成的那个结果报告的工具，或者说一个可视化的一套工具。当然你也可以让这个所有的指标再提升一个数量级等等，这些都是你可以做的。但是我想强调的一点就是说，这套工具现在是被我们确实被我们用来做那个控制器南向 OpenFlow 的那个性能的测试，但是它实际上更本质上来说是一个是一整套灵活的架构。你在这个架构之上呢，你可以做你任何想做的东西。我们这个呢只是这个架构提供的一种可能，因为它可以模拟 OpenFlow 1.3 的交换机，它也可以模拟OS 或者 DB 支持 OSDB 的交换机，当然它也可以支持 V-Charm 的交换机。所有的这些内容都是基本上都是可以依据这套架构来给出那个合理的解答的。所以我们希望的是这套工具未来的话，当然它可以做上面我说列出来的那几点，当然未来的话它更可能是对我们方向的一个演进和引领，在新的比如 NFV 等等方向也能继续发挥它的作用。好，那么
好，那就是这些，谢谢大家。大家下午好，我是 SDN 全球测试认证中心的唐志军，我是 SDN 的研发工程师，然后现在就是很荣幸能跟西麦一起为大家就是演示就是这一套的工具。大家好，我是来自广州西麦科技的研发工程师，我叫吴正亚。然后今天有幸去用我们的一个 SDN 控制器来与我们那个我们的运营商 OFsuite 来一起去合作，这样子。好，那怎么配合？开始吧。我们接下来将为大家就是演示西麦科技的这个 SDN 的控制器，然后在我们上一周的这个测试活动中所进行测试的一些测试例。然后首先要向大家就是演示一个这个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就是一个测试控制器的这个连接处的一个测试例，就是说我会模拟一些数量的交换机连到这个控制器上，然后我们来观察这个控制器能否跟我所有的这个交换机进行连接，并且长时间的保持稳定这个连接。然后这个 controller 后面接的这个地址是西麦科技的这个控制器的地址，是我们设定的是192.168.20.10，这个是通过网线直连的这个环境。然后这个 pod 就是 OpenFlow 协议运行的这个协议的端口6.33。然后这个 switches 就是我可以首先设定的这个交换机的数量，比如说我这里可以设定100个。可能是因为这个字体比较大的原因，上面是我们一个 OFsuite 的一个港 P， 就是 performance 的一个相当于是一个 logo。 然后下面就是这些可能跟刚才张帆介绍的那个界面的内容可能有所不太一样，因为这个是近期我们就是对这个攻击的版本做了一次升级，然后就是界面方面我们更显示的更为就是比较容易让人阅读的一种形式，让大家去观看这个所有的这个软件运行的信息，然后这个信息呢也会同时保存到后台的一个 log 文件里面，然后所以就是所有关于测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还有数据要分析的话，都可以在这个后台的 log 文件进行去查看这个所有这个软件运行的状态。请大家稍等一下，这边这个可能这个 SSD 的客户端有点问题。
PPT 吗？啊，演示就用这个演示 PPT。他那个是连麦，是吧？他中间的。你顶上是讲 PPT， 是上面他那个 PPT 已经扛在上面了。演示的话，你是想用大屏？但是 STM 上面你可以网上吗？进去，刚才就换了一个笔记本，然后现在可以了，继续吧，好吧。很抱歉让大家久等了，然后现在就是咱们继续刚才的那个测试例，现在就是我刚才设置了一百台监控机连到了西麦那边控制器的这个控制器上，然后不知道西麦那边有没有一些对应的界面可以展示出我连接到了一百台这个监控机。好的，现在已经连接对吧？对，然后
然后如果你现在是一百台，对吧？一百台的话，我们首先在我们的 Deliver 中心里面，在选择交换机里面进行配置的话，可以看到有一百台已经连到我们的控制器里面。然后，关于拓扑中心的话，因为还有一些兼容性问题，如果太多交换机连进来，还会出现一点显示问题，所以，一百台的话是暂时不显示。然后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我们这里可以正常的连接一百台交换机在我们控制器里面。对。然后我接下来我就是可以少量一点的交换机，然后连接到这个西麦这边的控制器上，然后可以大家再来看一下。现在我连接了十台交换机在这个到这个西麦这边的控制器上。十台的话也是直接就可以显示十台交换机。十台的话，我们拓扑也看，不过会有点要审核一下，就是有十台就还是。我现在还没有拓扑，可以再设置一下拓扑。哦，拓扑可以，这个是只是连交换机没有拓扑结构的一个拓扑。然后我现在我这边已经设置完了拓扑，不知道您那边是不是能够可以看见这种。然后还是十台，然后呢，这边拓扑结构的话是已经有，就是直连对吧？对，是一个线型的比较简单的一个拓扑结构。然后除了这个拓扑结构，我们还可以就是模拟主机，就是在这个网络环境里边有两台主机，然后这两台主机之间能不能互通的话，也可以进行测试。然后这个测试的话，就是来测试这个控制器能多长时间。能够把所有的交换机用于这个主机间通信的这个流表下滑完成。然后我先设置一下拓扑，一个简单的一个线性的拓扑。然后我再连接一台。这个是刚才设置了一个拓扑线型的拓扑，然后我们可以看就是控制器进行拓扑发现的这个时间。然后现在的这个测试力是来进行测试，就是我设置完了这个拓扑之后，就是像刚才的这个十台的这个线性的拓扑。然后我刚才有一个操作，就是设置了一个主机，这个主机连接到了这个十是我们这个工具里边这个默认就是编号，就这个交换机的编号，就是从一开始。然后工具里边还有一个默认的主机是连接到了第一台交换机上，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测试力就是测的这个。在这个链路情况下，这个所有的链路就是最大跳数的这个主机之间经历最大跳数的这个情景下，控制器下滑这个所有流表的时间。然后就是所有关于西麦进行就是在测试活动中测试的这个测试力就是演示完毕，然后就是这些内容。当然我们的工具还支持一些其他的，就是 OF 文档里边的测试用例，但是可能西麦这边的控制器有一些他们自己特殊用途，所以说不是所有的测试力都进行了测试，我们进行测试的就是这些。好，谢谢大家。好。